驿站影响了银行的运程。即使没有，扶植实业，支持有识之士追寻理想，实现抱负。哎，什么名字？程一志。往后请各位多多指教。有点本事啊！从明日起，由你出任龙鹰田庄静安分号掌柜。这么快就升了掌柜，这背后真的没有玄机吗？这，那你也才见了他几面就嫁给他了，这背后又有什么玄机啊？程一志，也许是我调查的唯一的突破口。您教我向往的尊严，难道竟是如此这般？各派系互相争斗，互相残杀，你眼睁睁看着他死，却无能为力，你尊严何在？在惩罚我！只要你回头，我保立邦不死。他在等我做选择。选择的是你，一定要在弹尽粮绝之前扭转形势，保住银行。舍那其从，人也一样，为何如此恨我？你是恨我看遍世间的阴暗龌龊，却仍心怀有希望，还是恨我受尽摧残却没有死绝？从今天起，就要在经济上面向他们开战。黑暗不如逐渐黑暗，唯有光芒。